因为他太过于讲话太直不太冲动，穆建连的一句话害他被谁打成肉酱。舍利弗没事，穆建连有事哎。当你业力来的时候，你再大的神通不好哎，打成肉酱啊，就一句话，没有用一个柔软心来讲话啊。所以我想，别人做错事也好，你儿子做错事也好，你是要关心他还是要伤害他，就你决定嘛。你可以把他打得像可怜的他去跳楼自杀，你也可以让他觉得说我做错了，你还这么爱我，我愿意为你改变。所以我常听说那些吸毒的男人、酗酒的男人，因为他温柔的太太，他改变了。但是我们也听过那个暴力的、挨骂的太太，他会改变，这是真的。所以我只是觉得，刚好谈到这个道理，请翻到224页，因为那一天我讲了一点点阿底峡尊者的，不是吧？200多少页？我今天就讲几条，148页。习惯上啊，各位每天每天都读一点点佛法，读一点点佛法，也不用奔多了。但这个佛法如何用，如何用，变成自己的，你要把诸佛菩萨的思想行为成为你自己的，这个叫念佛、诵经、持咒啊。所以，特别是咒，讲咒，像我们这边放了很多种子字，那上面都有写什么意思？那你要经常拿一个这样来观修，进入你的心呢？它代表什么？也代表某一尊佛的一种力量，这样是最好的方法。149页，最殊胜的息地，即是烦恼得以减少。息地就是一种进步啊，进步。所以就像我们刚刚做下师啊，做上供啊，然后能不能让自己所谓的别人给知道你的毛病越来越少？贪嗔痴慢疑嫉妒邪见，大烦恼、中烦恼、小烦恼，反正108万4千，反正佛教都是在对治这个的，对治自己叫解脱道，帮助众生、调伏众生叫菩萨道，也让别人都不会起这个心态，这是最殊胜的进步。就像走楼梯，就像坐电梯一样，各位要进步，进步啊！所以佛陀告诉我们，当我们问候对方的时候，你要问说“烦恼少佛”这样就是这样，因为烦恼就是痛苦啊。我们希望大家恭喜新年发财快乐，那快乐就是没烦恼才有快乐啊！你要得到快乐，那来自于断烦恼的因得到快乐。对，以断烦恼为基本，来加上布施，那又有世间的福报快乐去帮助众生。所以在这一点，各位要不断提醒自己，不断提醒自己那为什么要讲空性？那空性你就完全没烦恼，因为根本没有我这个东西，也没有我爱我恨的这个东西当你了解万法都是虚幻的，所以只是一个暂时变化的存在，那你就不需要对它起心动念所以同样的，各位现在你有儿子，那你要转变一个想法，我是爱他成佛，不是执着他，感情执着他各位，你有婚姻，那你现在要调整的一个心态是什么？如果你用世间的执着的爱，你会越来越烦恼，对不对？也会有压力。但是如果你转变了，现在你是一种不执着的爱，希望对方能够学佛发菩提心，那他做什么坏事，你都还可以包容，因为你只是对他慈悲，而且会借过于原谅他，忍辱去感动他。你要说："老公，今天你有没有赢钱？为什么？我为你念了21遍大悲咒，你到底有没有赢钱？"对吧？没呢，没赢，然后以后加念108遍药师咒。因为他不赢都很难，了解吗？因为他知道他老婆不是在骂他，然后赢钱还会交给你，帮我做神书，我你赢这啊，你看，赶紧去打拼。我想久了以后，他就觉得，因为他已经失去那种贪的动力了，了解吗？因为什么？因为打麻将就是一种贪，他居然做太太的是又一种悲心不失，他觉得，他是在做善事，慢慢那个拔高贵的超多啊，你了解吗？他就没有那个动力了。
所以他就会直接跟你做善事，这就是佛教的善巧方便。如果你没有悲心，你去处理事情是伤害对方；如果你有悲心，你去处理事情是让对方提升。佛教里面不怕你贪，贪到底你就成就阿弥陀佛，很简单啊。但是你要自己去观修，不是真的去贪啊。我就很贪很贪，你把贪心发挥到最高点的时候，那你就喜欢一切，爱一切，那这个叫看得清楚一切。为什么贪？因为你喜欢啊。你喜欢一切，这个叫妙观察智啊，你就会看到一切的好。那佛法是要叫你去提升他这个事情，但是如果你去阻碍对方，反而会有一些问题嘛啊。所以我常讲，好就好到底，坏你就让他坏到底，他痛了你就知道。你现在跟他讲没用，你跟他讲他还不甘愿呢，等他坏到底痛了，因缘成熟再来度他，可以吧？啊，但是好好的。研究自己，管理自己，以德服人嘛啊，所以在这种威德力自然会产生出来。所以我想，最殊胜的西地，阿底迦尊者就是我们烦恼越来越少啊，别人看到我们没有压力啊，欢喜啊。第八，最殊胜的神通，即是欲望减弱。当然，欲望是最重的烦恼，所以站在解脱道是欲望减弱，站在菩萨道是悲心增强，了解吗？能够感受、接受、承担众生的苦，那我想这才是最大的快乐啊！哎，我以前很喜欢赌博，现在不喜欢了；我以前很喜欢吃很辣的人，现在不喜欢了啊！因为你的心灵改变了啊，心灵改变了，那对外界的一切，当然你这些欲望减低，佛经都有说了。当一个人完全没贪心的时候，他就证得宿命通，就这么简单。啊，当一个人眼睛无分别的时候，他就证得天眼通，那自然有神通啊，因为他心也没有障碍了。所以在这一点呢，当然要去想，到底我们还在想要抓住什么？当然你要抓住什么？比如说你很喜欢漂亮，买漂亮的衣服，这是习惯。那你现在就转个念头，这个漂亮的衣服是要来庄严三宝，那你就从这个方向去买。哎，我们这个衣服很贵的，对，很贵的。但是这个贵要干嘛？因为庄严三宝啊，所以因为他们做衣服的，你要做得好，他就是要贵呢，奇怪啊！拿个链珠要好，要贵呢，我都不会去买啊，我买不起，心可能没被漏。那别人送我会拿来挂啊，所以那但是这样哦，这个让别人看到这个链珠，能够证得无生法忍，断烦恼。能够降服一切，你要这样想啊，能够跟诸佛的法妙法灵文合为一体啊，所以然后你要开始转变，所以要让自己心态上改变。第九讲到了六度波罗蜜，最殊胜的布施就是没有贪执，东西都不是我的，金钱都不是我的，一切都是为众生而暂时守护的。因为当众生需要的时候，我们就布施嘛，啊，生命也不是自己的，当可以牺牲的时候，也不会想得太远，无受者相，啊，一切一切一切都是为了对方啊，无我的，也不执着了，叫三轮体空。这个东西一块钱跟一万块，一块钱跟一亿，事实上它是无差别的。啊，所以送黄金、送珠宝，反正对方需要，对他有用，就布施吧。啊，所以这叫最殊胜的布施，都不觉得东西是自己的，啊，我可以控制它，没有这个想法。所以，当然佛法希望我们把自己完全的生命奉献给三宝，布施给众生，啊，供养给三宝，奉献给众生也可以。那一切都是，所以要最殊胜的。所以不觉得啊、自己念下来，身如乞丐，心如黄金，养成习惯。像我很喜欢背这个短短的，我一辈子用。拥有贫穷是我最大的快乐，没有，但是钱干嘛？我拿去放生，拿去做好事啊。但是别人不会理解你的，但是你不用管太多，因为你自己知道就好了啊。因为你自己要默默的去做吧。啊，默默去做。我发觉现在修行最大的问题，不要管别人，请你管好你自己，你自然具足吸引力。啊，这种因缘是自然的，自然的，啊，自然吸引力。
如果说我今天这个出家人，哎，我讲课你们一定要来哦，我要信徒多一点啊，你们，这个你已经给对方压力了，压力了，所以我师父常跟我说，你去助念你就很认真哦，这样就好了，啊，入助念就三个人，再加几个人，我就很认真，什么最好，慢慢慢慢你就可以累积很多的生命的经验，啊，不要看什么多跟少跟没有关系。哦，50个人我就讲话认真一点，5个人我就懒得跟他说，那你已经把佛法给消灭掉了啊！因为这个分别心，你说什么都没有法味了，就是这个。所以我认为随缘度众，老实说，我们这批人也是很有福报了。怎么讲都是这批人，难道树林只有这些人？好可怜啊！但他垮，请问一下，第一次来树林菩提讲那，请举手。多谢阿伯，你也记得来啊！啊，阮即间就靠恁即几个啊，因为终于有生小孩了，然后就，但是各位要想办法，所以我要拜托我们湛乐法师，他现在任重道远，是吧？因为他现在还要负责新店大明讲堂啊，然后呢，很多事，但是啊，还要希望各位居士帮忙，因为老实说，这个推广佛法，居士比出家人还有力量啊！因为出家人在外面去拉人不好意思，对不对？但是各位可以办法会说，我们会印好传单呐、啊，印好传单呐、啊，出别给表，分一百张给人两个嘛好啊。然后呢，让他有机会能够得到佛教的结缘品啊，对不对？如果说今天法会有一种地方上的宣传，为了防止这个肺炎的流传，为了增加发财。然后呢，还有结缘品，哇，啊，不要这贵啊！啊，这个叫善巧方便，所以我也希望讲堂的菩萨，大家集思广益吧。啊，我们现在每一个道场都会让它变成有多元化、独立的发展的空间啊，然后这样子去绽放，然后互相学习。哎，这边他做的，我没做的，我来学嘛。啊，我来学，像我自己喜欢跑到每一个地方，就像以前做生意。做生意的时候，一定要跑出国去看最好的产品，对不对？啊，最好的产品、最先进的产品用到这边来，就是很简单的方法啊。那所以各位一定要，菩萨道是为了众生，你要了解世间啊，你要接触众生的需要，然后把最好的东西就呈现给对方。特别现在这网络时代，有太多太多东西可以去了解，所以那我想我们就必须这样，不为自己的去庄严啊。把所有的精力去想如何让别人学佛，让别人快乐，最殊胜的布施没有自己了，没有自己的东西。第十，最殊胜的戒律，我最喜欢这一句话，即是内心极静。各位要记住啊，所谓三昧耶戒的意思是你离开平静极静的心，你离开空性的安住，你就犯戒。金刚经整个的重点叫因无所住，没有分别了，没有起心动念了。没有烦恼了，啊，这个是基本的戒律。你有这个基本的戒律，然后显现出一个关怀、悲心，而不是一种对立、谴责、伤害、暴力，啊，搞分裂，那就不好了。所以我认为，佛法既然佛法是究竟的，那我们要爱所有宗教，爱所有法门，啊，虽然法门。到底如何？如果你排斥，你永远没有进步的空间。因为世间人在忙什么，你也要去了解什么啊。世间人在怎么做，我也要去知道。因为大乘佛教是融入于世间。虽然我是出家人，但是我经常外面逛街，走来走去观察。我在车上也很少睡觉，我都在看每一家店、每一个路边的人、每一个风景，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啊，因为随时让自己吸收，不断的吸收，不断的吸收。在吸收以后，如何转化为佛法？所以每次经过商店，最出名的商店，最好的广告，我会盯了老半天。如何把这个东西，就像我们这个颜色好不好看？这不单学回来的，因为摄影又好看，摄影才不会墙壁白白的，对不对？摄影起来以后，好看好看啊！但是每一样东西要怎么去做，不分各种的。所以，我们南传佛教、藏传佛教、大乘佛教乃至天主基督教的殊胜在哪里？他们的庄严在哪里？各种人类的庄严在哪里？要去学，要去学。但这个学是一种，刚才讲平静，但是却充满爱。但是如果你不平静，你就看